温莎就是太名名。温莎在1950年代開始在緬甸、泰國和老窩邊境的金三角地區參與發展活動。1960年代，金三角自己的勢力範圍大力發展種植甘肅，成為金三角最大老闆，更加變大王稱號，甚至連同甘肅物品運輸都要向佢繳稅。